와 소야 왜 이거 봐 이거 Just make the crowd go. 再搞，我把我妈的手机摔坏了，她肯定不会放过我了。好，好，这个叫做呀，妈出去取手机哦，好的吗？我记得我手机明明是放在床头的呀。 我没有啊。嗯。小王。没有没有，是我错了，我不是给你买一台手机，太贵了吧，贵的。不贵的嘛。我跟你这些东西了，我去找你家里的金币股。妈，给钱呢？干嘛？不给钱我怎么给你买手机啊？<笑>